我们这架无人直升机呢，完全自主设计、自主研发，而且具备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架高原型无人直升机。它呢，具有很大的这个载重能力和这个多用途的改装能力。我们可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，包括物资运输、包括应急救援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任务。我们整机呢，起飞重量可以达到650公斤，载荷能力可以达到300公斤，满载满负荷的这个起飞重量下，我们可以飞5到6个小时。如果说我们只执行侦察任务的话，我们的飞机可以飞到10个小时以上。